是那个安置立开始中医博士，中医博士有王讲师持的前道恭，尊道恭，讲师早，讲师早，大家早，请坐下。师早安。新王上天主义周师孔主师尊师问两百年代的地老的名号代理先既然各位人员这个主笔或者领主笔然后喜欢代理无数的这个护主所以有汉的今天在属这个机会还能够人员永昌信义那么呢今天有汉的各位人员还能运用的这个地方呢叫做自性自度，就咱要讲这个题目之前呢，咱阿咪刚刚讲最近，咱的新闻拢在讲一件代志，战争，什么代志？战争，战争，对战争。俄罗斯，嗯，好，有死很多人，有死很多人哦。啊，在这个死很多人之前，西方有哈济人，你知道有更多人嘛？是因为这个总统。新冠肺炎，新冠肺炎疫情。哦，死足侪人，我爱看是咱看上小学，前两天啊，咱就看到迄个苏俄和乌拉克有咩战争？乌克兰，乌克兰，迄个乌克兰吼，乌克兰啊，伊的迄个土地大遐咧，一间房间，有一间房间吼，然后内底贴足侪物件，塔足侪物件，啥物物件咧？一张相片翕到足清哦，塔什么物件呢？塔俄国军人尸体的肉体，把它塔开哦，安尼够重要。哇！伊死了够重要。哇！想讲，即卖迄阵当时，因为疫情足严重的迄阵，互咱看到意大利，迄阵。嘛是足侪人走，足侪人走。结果呢，有很多人因看袂着因亲人最后一面，咱有听过这个消息？嗯。有嘛吼？啊，但咱台湾，我想着咱合作的人民义工，咱台湾放开真正够幸福。吼，咱台湾到即嘛哦，足侪人拢甲咱看衰哦，吼，拢疫情以外啊，准备啊，准备啊，大家乖乖要喊嘞。但是很多次到目前为止，到目前为止，吼，拢足好运的，一届，我还得搁无去啊，因为去一届，来搁无去啊，吼是无？但是疫情搁较安那，总有一天会变的时阵，安那无讲完前提，咱人是不是嘛有一天会走的时阵？是无？我们人也有一天会走啊。嘛是会走呢，我不管咱有今仔日有外大关系，譬如讲，几年前李登辉总统是毋是走啊？对无？为趁足侪钱的，嘛足水的，譬如说，像刘铮，伊是毋是嘛是走啊？啊，总有一天咱拢会走。啊，那么呢，咱就想讲安尼啊，吼，今仔日。咱人嘛走了后，啊，唔知影外国啥物状况。那么呢，咱讲，咱人在咱台湾，咱人走的时阵，咱会做啥物动作？会为这个人做啥物动作？双面看双面，看两面，看两面，吼，迄就是咱
挥嘛，哦啊发挥，哦发挥就是，诶，比如讲这个人走了后，一般来讲，就他那无记唔到了吼，是不是偷钱的时阵，偷钱的时阵爱拜拜，爱念经，啊然后来咧，就是特别出一阵嘛，可能讲迄个时间较少，较长一出来的时阵，要出的时阵。啊，有人是要出的时阵的前两三天，可能开始来拜拜，开始念经，开始回向。啊，你哪来的？哦，化了啊！啊，化了了，但是搁要拜。拜年的款。初一，哦，叫他，我有叫他去问过，讲初一开始，初一十五就开始拜拜啊。哦，啊，你哪来搁拜年、拜火、拜大年的时阵？啊，你哪来？是无？吼、哦，啊，拢安尼一路安尼行过来。啊，咱今仔日要办法会，是毋是拢就是讲啊，回向功德，互伊做一寡功德，互伊会当安那一路好行，互伊会当安息。啊，但是咱若想，就好来想讲吼，哦，你第一摆是头七口拜拜口就着饭咧，人家该拜饭咧，吼、哦。七天呢，吼、哦，啊，然后来就是三天拜一拜饭，然后嘞，我安尼一直落来了后，有一天，咱的囝儿孙敢会走，伊嘛会走。有一天，咱的孙仔嘛会走，然后可有人搁会记得咱？嗯，食较饱的，吼、哦、是吧？吼、哦，所以呢，咱就在想哦，今仔日咱敢要不忘囝儿孙在咱过世？没了。
未拄啊，继续读。啊，所以阵幼仔妈妈拢甲幼仔讲一句啥呢？卖擦啊，来困啊！幼仔时常甲伊妈妈讲的一句就是啥？卖擦啊，去困啊！疫情作严重的时候，是因为疫情是大家拢无去
我都去上班嘛，我当场是不是管他？啊，咱有去看迄种地图对话，外太空照落来迄种点，咱看地球变好漂亮，咱有看到迄条相片，地球变漂亮了，为什么？因为当场无开啊，无物量啊，无力量啊，所以开始慢慢散掉以后，哦，咱地球好漂亮啊，哦，是吧？嗯，哦，所以呢，也还得去想明白讲。咱刚刚才会讲上升两度 C， 上升两度 C 的安那水平面是不是也观看？哦，首先嘛，咱这个二洲，不是二洲，南极和北极，一冰层是不是渐渐拢咧融化掉？哦，我想到了，比如讲弯刀住迄个黄金海岸台南，台南市的那个滨海公路，要一八六景峰，去大家就是黄金海岸。我那八六的条件，我用的黄金来看，也他多一大家古丁。好，阿弥陀呢？圣公有交代呢，有他怎么想？就讲哎呦，咱那个足够了吼，我们去海边呀。哦，虽然多海边呀，古丁不是好海边呀，好古丁。但是呢，我哎呀，足够我去海边呀，我来海边呀，行行好啊。阿细个呢，有他的想，我细汉的时阵。有他较细汉的时阵，我去黄金海岸的时阵吼，迄条海岸吼，海是伫迄边，伊遐哦，当我今仔日我若要去打海水，要浪漫一下，哈，要哪一个算一个的时阵，我爱算讲徛放迄个岸边去待啊，我爱行一站路，我靠脚靠脚靠去打着海水，但是迄天呢？然后想想的了后，咱就徛一个，哦，倒摆，哦，足近啦吼，就徛一个咱这滨海公路，结果看到海的时候，就要喘嘞，哎呦，海岸线太足近啦，迄有感觉，真正有感觉，海就跳水一直在跳。哦，因为咱人一直想要征服这个世界，所以那个动力不断的一直在跑，去咧污染，去咧破坏咱这个大地景观，所以我想来引导。然后讲完，然后穿弯刀，然后住带领海军啊附近，你哪个一听一听一听弯刀会无去？所以他的重音要用。当我们水海平面往上升了以后，台湾的南边、南部这边有一挂所在会浸入水内底。然后透过原地搞弯刀挖入去的浸入内底的预定地，吼、啊，所以呢，咱是去吼，才能无去。认同这大自然的时阵，咱无去甲学习伊的智慧的时阵，咱今仔日看咱家己很多社会的这种的教育感觉上，我们是命运的主人，吼、哦，咱是不是都得嘛安尼解教？嗯。但是差一段，你后壁甲咱讲，小的甲咱讲。我有权利主宰我自己，想要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我就鼓了、啊。所以呢，大家有这鼓励后，你去大家来助阵。我想要安怎就安怎，因为我要做自己，我爱做，我要做我家己。所以呢，就安怎呢？有人就半夜还无要困，去拍克跳舞，去拍克唱歌。去拍个交朋友，算到什么时阵？天光啊，哎呦呀，准备都来困啦，有嘛？日夜颠倒，安尼身体敢会用？安尼身体敢会好？敢会有健康？很容易得癌症，就在少年的时阵，还是够有动头；少年的时阵，还是叫做有温剂。等到的时阵，就准备怎样？迄阵袂好啊，袂好啊！所以呢，咱讲，咱今仔日在咱还袂有智慧之前，还袂产生智慧之前，咱会有足侪足侪目标。我想要创啥？我想要创啥？我想要创啥？但是今仔日，煞在咱今仔日上重要的这个目标。会当解脱的这个目标，吼、哦，咱会当解脱上重要，会当解脱这个所在，咱说没有目标。我在我可以解脱的地方，我却没有
大学，吼，绝对想要考一个国立大学。当考到国立大学，咱就想要考到台清交。哦，当然，咱个咱个目标，咱要结婚的时阵，咱嘛有目标；，当然，咱要做事业的时阵，咱嘛有目标。但是，当咱今仔日在咱会当解脱的所在，咱煞无目标，也向未来，反正有可我来就好啊。他上课了，回去，我照做我来，我过我的生活。吼、哦，若是做我家己，我想要安怎，我就安怎。吼、哦，所以呢，咱讲今仔日。算咱是毋是在咱有囡仔去到这个阶段、这个所在，咱会当下流？我可不可以有一个目标？所以咱讲两字叫做精进，精进咱敢知影？精进是菩萨的，吼，精进是咱六度万行法，六度万行法的第四度、第四度。啊，第四度咱讲六度万行法是咱菩萨的咧修的。像譬如讲咱精进。道心，咱有闲讲，咱爱来练班，咱爱好好啊修，卖讲咱去哪里来学的。对咱细汉的时阵，老爸、老母、老师就闲讲，咱爱打拼，咱爱骨力，咱爱好好啊做事，只咱爱好好啊赚钱。怎么听过？可能咱阿公、阿婆、阿头先讲过，我阿婆、阿妈讲过尔。好，但是。咱绝对爱想清楚，真正就好。但是咱有可能愈精愈狠，愈精愈狠，有可能？有，为什么？方向两掉。我今仔日，我今仔日，我想要去台北，我冲啊！我讲过来，我冲啊！结果我牙头开，屏东到了，会发生什么状况？我不是无困难嘞，是那个买台北，我就困难嘞，想啊，哎，啊，开屏东到了，屏东在哪里？反方向。哪个地方？方向错误。所以咱第一步，咱今仔日来讲精进。我虽然已经到第四度了，但是咱今仔日在这个时阵，咱如果咱无把咱这个目标看好清楚，那么愈精愈远，愈进愈远的状况之下，哪会当讲愿意叫做多彩？所以呢，咱第一咱讲，要有心，咱爱有心。你哪里修行，咱爱有心，咱是不是咱爱有快乐的这个决心？哦啊，所以咱讲，你哪里咱修行的心境，咱修行的心境是啥物？那像咱台湾咱单位，咱迄个。他无安尼做对啊！你若咱有其他的单位去学过，你学几单了后，吼，你就去，你有讲上什么班，来上什么班，然后咧搞什么，你就做组长，然后来你就做领领，然后来你做了什么，外久了你就做点传输。大家单位会有安尼，但是这当是咱修行的心情，咱感觉咱是在咱修行的心。心情就是心情，咱每一个人自己的心情，绝对不是外在的物件，成就我们自己的心性。所以呢，